瑞朵，你可回来了！来来来，坐坐坐坐，坐坐坐坐那儿。不是献殷勤，有什么事直接说吧。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的眼睛，要不说你聪明、智慧、美丽、大方。行了行了，赶紧说吧。我想预支点工资啊。黄一凯，你这个月工资全都预支完了。那我预支下个月的行吗？哎，黄一凯。你来这儿不是请假就是预支工资，你说你还能干点啥？哎，飞总，你不知道我这次同学聚会，我那几个同学混的都挺好的，攀比心特别强，我是不是不能差事儿？你过你的，跟他们攀比什么呢？不是，那你就说借不借吧。嗯，此时此刻呢，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摆在你的面前，你看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什么机会啊？飞总，你说呀！你出去想好了再告诉你。你说呀！你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不是什么机会，你给我说呀！不是你别推我，有什么机会你说。飞总，你叫我过来干嘛呀？有这种默契啊！叫你过来肯定是有好事啊！什么好事？拜拜。这都是给你准备的。给我准备的。你今晚不是同学聚会吗？特意给你准备的，里面还有一套衣服，一会儿换上。谢飞总，这有点多了吧？一点也不多，待会儿还有更有面的呢。什么更有面的？嗯，带上我。飞总，你这有点搞笑了。那谁听说同学聚会还带老板呢？那别人笑话我都。也是啊，那不然这样啊？今天你来做老板，我给你做秘书，怎么样？啊？你看，这么漂亮、身材又这么好的秘书，倍儿有面。王总请上车。我的话要回荡。老板在办公室做羞羞的事儿是什么体验？药王哥来上班啦。我是等你好久了。那个飞总，我其实是干啥？飞总，这个公司呢，那么多人看着。那个李哥来啦。不是你们俩不会是哦？那个小王啊，我忘记关门了，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，我正训他呢。我就说嘛，你怎么可能看上他不是？不是你这王一凯，跟我来办公室，看我怎么收拾。这回没人打扰我们。这是我刚泡的热茶，快尝尝。我不想喝。尝尝嘛，我喂你喝。这是你能坐的位置吗？偷跑来我办公室还喝我茶，不想干了是吧？你有事吗？没看我正在训人吗？不是，哎呀。哟，这李总挺忙的呀。啊，那个李总，你误会了，这不刚买的新椅子吗？我俩就是坐来测试测试，商家说能坐两个人的。对对对，我懂我懂啊。潇潇，你带李总去会议室坐一坐，一会儿过去啊。哎呀，你坐你坐。哎呀，不是，咱俩的事就那么怕让别人知道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别生气。那你也教教我，我也想善变一下。教你玩游戏可以，教你善变呀。可不行！哎，飞总，这搞公司呢，干啥呀？飞总，你别藏着掖着了，那怕什么呀？王一凯啊，就是我男朋友。可是我还不能说太累。哎，对了，小凯啊，那个你俩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？我今晚啊？不是，既然我俩还没打算结婚呢。啊，还有点早是吧？啊，对。行，就现在，就在这儿吧，在办公室。那个小凯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这现在年轻人真是，哎呦我的。不是姐，飞总，飞总，你怎么了？你干嘛呢？我和我闺蜜聊天呢。哎，姐，你怎么要走啊？一会儿吃饭呀。那个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就不耽误你俩了，你俩抓紧抓紧。怎么了王一凯？我姐怎么突然哎呀，你刚才姐姐问咱俩什么时候要孩子，你说现在就在办公室，你这、这不是哎，我就不耽误你俩了哈。啊，小凯啊，加油啊。不是，你看你飞总，你
怎么办呀？我不知道，我也害怕呀。经理好。差不多。上回打招呼啊？法经理好。差不多。我告诉你们两个，知道吧？你的小助理，你俩在一起的事儿，被你的爸爸用董事长知道，你这个小助理就不想要了。我告诉你。法经理，先请坐吧。那个王一凯。 把门反锁，窗帘拉上。哎，哎，等等，手上刚刚买的。哦，你没看外面阳光有点刺眼吗？啊？对了，水果刀呢？拿来。不，等会儿。啊？我拿水果刀干啥呀？马经理来了，咱们得切水果吃呀。啊，不用飞了。那个，我懂。我作为你的资深经理，我应该以身作则，我应该睁一只眼。 闭着眼，那个我什么都不会说的，你放心吧，什么都可以说的。员工比老板有钱时。下午的野餐大家都准备什么吃的啦？哎，菲菲总，我准备了5斤车厘子，应该够大家吃了吧？我准备了10斤小龙虾，大家分着吃。够了，我还给大家准备烤肉了呢。是啊。哎，默默，你准备什么吃的了？ 那个，我没准备。啊，默默呀，你也真好意思，大家都准备吃了，就你空手去了。这样，默默，我没空手，我带了一瓶酒呢，大家可以一起喝。这么多人，就带一瓶酒，你也太抠了吧？就是呀，默默，到时候你可别蹭我们吃的。真的是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看看你们，大家都是同事。默默，到时候你吃我的。谢老板。不是默默，你真好意思，你服了你。怎么了？啊，这么多人，你就带一瓶酒是不是？ 只有一瓶，你不会多买两瓶吗？我也想买呀，但是很难买到的。哎，默默，你那是什么酒啊？我看看我喝没喝过。阿玛菲至尊柠檬利口酒。这是啥酒啊？开，这个的奖金。哎，谢老婆。哎呀，你这小嗓子。谢凯子。哎哎，那个经理。快点念了。啊，是。上个月迟到，亏了。不。 还有，给没来演戏的给飞总让我看着了，是不是？再亏了，不，更重要的是，你跟顶撞我还说我坏话，扣完。不，哎呀，经理，你说都养家糊口了，你就放过我呗。上个月飞总扣10000块钱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账拿你给填了。经理，你会后悔的啊！我后悔什么？我不怕钱。哼，行啊，你等着。那我还……手机呢？哎呀，这是什么？ 这两天我就开始给飞总嘀嘀咕咕了，这什么设备啊？啊，是和我管理公司，我给飞总一块管理公司拿的这个设备，没收了哈。行，经理，你等着啊，我现在就给我老婆发信息。哎呦，老婆啊，有人欺负我，你快过来救我呀！还给你老婆发信息，你老婆自然网现在打我呀，来吧，我看看他是谁，我能怕他。 经理，干嘛呢？啊，飞总，那什么，小凯子顶撞领导，我扣他奖金。 是吗？啊！有人欺负我，你快过来救我呀！你还给飞？啊，那什么飞总，你误会了，我是说小凯子很有福，我给他发奖金呢，这不是？哎，给拿着，干活去！谢老婆。